主料油菜250克猪外鸡肉100克辅料油盐大葱香菇酱油背景准备时间10分钟内制作时间10分钟内肉切成片用淀粉抓一会油菜切成块香菇掰成块用开水撩一下油热后放入肉葱花酱油爆炒然后放入香菇爆炒放入油菜翻炒放入盐关火放味精翻均匀装盘烹饪技巧倒火炒不要放水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访问 TT News.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